提醒一下这个妹子，我操！真不多少。哎，宝宝你咋的了？我掐一下人中，我看，你是不舒服啊？没有没有，我想说我有点摔。有点摔瞌睡是吧？有点摔瞌睡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怎么身体不好呢。老妹儿，你这是被谁欺负了呢？你啊？是咋的了？是身体不好还是咋的啊？你这样睡觉很危险的。你这包待会儿要是小偷给你偷了咋办？是不是？要把包偷了都好还好，万一把你人扛回家了咋办？把人都给偷了，那多危险，是吧？赶紧回家，快。待会儿这样睡容易中暑的，来，喝一口，快。来来来一口，来一口，来来来，宝宝张嘴，快。快来我来一口。待会儿那个什么回家，快回家。咋的？家里这里有多远呢？啊？来我看一下，我检查一下，我是一个主播。哎，有点发烧哎。嗯、啊？不是，你一下撑起来给我吓我一跳。都，不是，我看你脑瓜子有点发烧。不行，我就叫120吧，行不行？到医院就打个吊瓶儿。有点烧，我再检查一下。哎呀，真有点烫，我的天哪！那我打120了啊。哎，我的天哪！救人一命，神造七级浮屠啊！他们说的，120，这离医院还挺近的，没事，我不行，啊，不行，我送你到120去吧，没事，这不行，我跟你讲120，等会儿我，喂，110啊，不是，啊，打错了，不好意思，激动了，打成110去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睡了，我求你了，啊，我打错了，打成110去，不好意思，按错件了，睡个觉咋的，就这么惨了？你睡觉啊？不是。你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那个什么呢，我都有点生病了是吧？我作为一个正能量的主播，那肯定得那个什么的送你回家呀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这样我开车送你回家吧。啊，家在哪儿呢？咋的了宝宝，别哭，没事，我哄你。咋那么正常呢？擦上腰了没？咋的呢？好点没？发高烧吃点药来，你感冒药拿出来，我包里没有，快，来，这边，是，别动啊，别动，哎，真有点烫，我等会儿我先摸一下我这个，哎，我这个汗黏黏的，摸不出来啊，等会儿，是有点烫啊，哎，回家吧，宝宝，家里这里有多远？来拿瓶水，来，我看你不舒服，没开过，来喝一口，那我给你拧开好不好？没事，喝一口。我是做节目的，专门做正能量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是个好人。快，你跟我说，我是个好人。说话。好，你是个好人。怎么那么勉强呢？把手给我一下，我看一下你的脉搏这些。不要动，我爸爸是老中医，我摸一下。有点紊乱。赶紧回家，快。你是在等人吗？不是吗？不是，你这样睡觉多危险，万一你的包手机让别人偷走了咋办？对吧？是不是钱包？我才免灾。你是不是感情受错了呀？没有啊。没有关系，我这儿可以是受没事，我可以做个备胎的。没事的，还是因为啥呀？昨晚上累得那么恼火吗？还是今天工作特别累？来跟我分享一下，小马哥哥给你排忧解难。咋的了？来，我没咋了。那回家睡去啊！就万一这人让别人扛走了咋办？我还以为你喝醉了呢，是不是？这一天呢，我现在我发现正能量都咋的了？有时候做好事还被别人怀疑，是不是？像我这种那么正能量的人，看起来像坏人吗？我像不像？像不像？说实话，你看，你都说不像了。快回家吧，老公来接你没有？孩子在家吗？快回家吧，现在都7点了，回家，快宝宝，来提上包。哎呀，这是衣服，快，工作服吧，穿着回家，找得到回家的路吗？快回家吧，听话。
咋的了？现在咋的了？现在思绪还有点乱呢。现在怎么点的新闻了呢？刚才点的微博在换新闻了呢。我看你好像思绪还有点乱，咋的了？这别动啊，这是有点不太对。不行，我今天好人要做到底，我要送你回家。来，走，把手机收起来，收起来，听话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看你思维正常不？这里是。